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们很幸运哦，就是我们来这边用餐嘛，然后很快就找到一个停车位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从那个路口绕进来就立刻看到了，完全不用找，这个都多亏于我们嘉哥的吉人天相啊，他运气真的很好，随随便便就找到停车位，不用绕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很有名的一家蛙柜店了，叫做阿全蛙柜。那阿全蛙柜呢，就在我们停车的附近而已。在这边，阿全蛙柜，那我们是优良的市民，所以说呢，现在我们不会闯红灯，我们会等到我们的人行道这边变绿灯之后呢，我们才会走过去。我们是来自彰化，我们是优良的市民，优良的彰化人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扛棒邱丽丽，这一位邱丽丽呢，她要选这个市议员，那扛棒呢就设在这边，很大一坑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嘉哥走吧。OK， 我们就是要来吃阿全蛙柜，就先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在集资，待会买完之后呢再来开箱给各位朋友看。